这里是江西的南大门，正加快成为赣州乃至江西对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门户、桥头堡和前沿地带。这就是中国全南。这里是芳香全南，它宛如一枚绿色的宝石，山峦叠嶂，姿态各异。腹中温泉洁润无欲，千亩兰花、十万亩桂花芳香四溢。投资100亿元的鼎龙十里桃江国际芳香森林度假区项目加速推进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正阔步走来。这里是长寿全南，长寿老人占比超过广西巴马，流连阡陌田园，探访小溪长寿村，登临胜境天龙山，归依自然的长寿秘密在此云开雾解。这里是客窑全南，客窑文化交相辉映，千年雅溪浸润乡愁，客家擂茶醇香馥郁，瑶族花棍舞，车马灯，香火浓，翩弦起舞，舞动着全南独特的风情与韵律。这里是田园全南，城市人的田园梦再次成真。高车河、神农文化园、秀美乡村、木金坑等乡村旅游点带你放松节奏，天香生活。这就是全南，一幅全域风景，步步皆景的清明上河图铺陈舒展。你想呼吸最优质的空气，你想享受最天然的氧吧吗？你想健康长寿再活500年吗？请到全南来，欢迎您走进绝美全南，最养全南。